谢谢，谢谢各位媒体朋友们再次对点睛品的这么热忱的肯定。点睛品在大众的珠宝市场里面，我们站在领先的地位，持续的成长，为台湾的消费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今年选择在2014爱你一世的这个环境里面，我们在这里选择了开了第一家婚嫁概念店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同时要主张的是 Love is all， 有爱就有希望，有爱就有梦想。点睛品的这个全方位的为结婚的婚嫁概念馆呢，我们提供的是全方位的服务。怎么讲呢？因为其实结婚不只是两个人的事，结婚是来自两个家族的结合，所以在这里面呢，姐姐妹妹、婆婆妈妈给予两个新人的祝福，其实在这里我们全部都准备了全方位的商品。在这里呢，结婚的新人他的家族里面给予他的祝福的商品也可以在这里找到，定情承诺的当然更是。点睛品用一个好的购物环境跟多的商品选择，让台湾的年轻新人在结婚的时候记忆住这个美好的一刻。我们同时也在这个 Love is all 的概念下呢，鼓励大家勇敢成家，两个人携手为自己打造未来的梦想，希望大家也同时支持我们的年轻人，我们要追求梦想。谢谢，谢谢，再次热情掌声，谢谢佩蒂，谢谢范总经理。